咱乡亲大家好，秋王者甲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新年恭喜，嘛要甲咱乡亲时代报告，咱所有大学退场以后，未来就是咱台南市的第三行政中心，这个所在会带动咱满岛、沿岸、关田、大内、六甲的发展，非常的期待。那么秋王者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拢总来，新年快乐！